是人家拿过一个。直接吞下去哦。他在吃鱼。他可能会，他哇，那他可能那只夜鹭可能会把那只鱼先晒干，等它停止，然后再吃下去。妈没吃掉。那边这边有一只夜鹭抓到鱼哎，对啊。我也有看过夜鹭抓鱼，我有看过，差不多看过五次了。太大块啦，可能现在才咬碎。还不如他捕一只鱼。我有一次看过他一天要吃两只鱼，他等一下一定会再吃，要吃下去了。正在专心打猎。好小只哦！眼力真强。我是鱼在真的，好小只哦。他一下子就抓到了。抓到了，三只鸭子在讲话。